见了，我刚刚放在这里。在我头上。多两只啊！大象的死了，消失了。你记得要画线哦，要拿笔画线，我叫他做记号。因为老岳你没有做记号，给他布拿下来就空白了，这要自己做记号。这是不是这条线有没有？
抓紧时间拉出来，然后再确认一下录音。这剩什么东西的？就是现在已经1:08有没有？抓紧。然后就顺着这条线吧。好吗？因为不知道往这边走。你们看到是不是正好这一条线？就藏在里面。那我可以授权给你。对，然后这边。你要什么工具？我都有。刀是签字笔啊，画笔。这两个。对，然后帮我画那条线。我刚刚最后就是开始画，对，这样这样画线。在被抓了，在画，就是画那个线，对对对，然后到这边，对啊，那两个人在里边的底彩的，对啊，他刚刚说，所以为什么要贴线？就是，所以为什么要贴这个线？就是因为要画，画这些线。不然呢？测的呀，那么的，哎，别的测不了。然后折手线。好啊，上面。我们还赚利息哦，什么都要赚。我还要收金钱费。知道吗？这个大学生大学收藏，你要记得，一生容易送。这样我知道不会失败。记得这句话。然后里面也要画，里面就是。哈哈哈哈哈。就白眼了。这是你自己。你知道我也是在画。画在这样画。说你是小猪的太可爱。就会这个样子。好嘞，老师，你刚刚说你折痕是画，是直接画在这里。对对。那个超级，我一下就到头。这是交叉点。一下耳环就反掉。如果是一人一组，就会很忙，因为自己负责做。每个人都。对，就要就。我们这组还在新的。你刚刚等下直接买电影票去看电影，然后中午再喝。老师徐先是画在这个下面，知道就要做成书包。老师说不要回来了，你们在看电影再回来。对对对，然后再帮我带一杯羊汤。画在这里。好啊好啊。再把他们涌回来。这边徐先呢，这个长针把针拿起来拿一边羊。我就问他们，你们上车了没？还没上车，帮老师买羊汤汁。不是产品，老师没有啦。我个人确实没有做成。是不是那个折纸的地方？对啊，后面也要画。后面，等一下吧，你这边画都再把它拿起来，再画。这可以拿来做手机的。你们这边有钱，人家是买的，在那拿回来。你就我们没有钱，你就直接把它对折起来。还有那个，直接从这边剪开，然后这样一条一条做。对。这样一条一条，你这样对。这样对折缝才刚好。哎，为什么我这样刚刚好？你知道你们都会来看我。但你可能要再去买一点厚的布放在里面。
放在包包里面，一摔就破。老师，我这还可以做一个包吗？对啊，你可以再做个包。钢铁线吗？我上次用那包完了。对。很好用，超大超。这样可以感觉。好破。摔破。我出自于痴汉的手。全部的分数都是我的。黑色签字笔，要自己一人一本。那我这个呢？那是什么？还没消化。听到请说话。没吃早餐。我有。那你就用前面。听到请说话。听到了吗？听到了吗？太好了。蓝色，如果看起来好看。我已经写了，还有什么？我要买了花香链戒指，化妆太阳眼镜，然后又买了娃娃，化妆品。